进行能量扫描，警告，爆炸风险90%。百里南，这小子恐怕有鬼，速带分界前来接应。就是现在。 我找到了一个好东西，飞娃发现不对劲了，我们被舰队攻击，快撑不住了！验证成功，动作快点！要是少爷有什么不测。 速度点，抓住顾少泽了吗？舰长，您放心。 他马上就会是死人了。你傻呀，我要活的。当务之急是需要找一艘物资充沛、续航能力强的飞船。我看黑小最大的那艘就挺合适。别呀，我的反重力系统还没修好呢。那我就把你这块破铜烂铁丢下去。我去。 不过你要答应我，完全修好木上，没问题，并且我会帮你顺利接近主舰。难道这么快就放弃抵抗了吗？想跟我斗，你还嫩了点儿。 说一个不字，我立刻让你脑袋分家！现在命令所有人离开主舰。所有人现在立刻离开主舰！五、四、五秒钟，给你们5秒钟，快啊！
县长，怎么回事啊？救我！县长！话可真多。听我指令，给我轰！引擎过热，15秒后启动自毁系统。15、14、13。少爷，来不及了！哎，没想到这么快又要挂了。我来了。